集结黎明、章子怡两大巨星的京剧大片《梅兰芳》将于本周末隆重上映。上映前夕，黎明协同陈凯歌导演来台造势，畅谈苦练京剧的学习过程。先学习历史，然后再开始慢慢学习梅兰芳先生之前所做过一切，包括在北京停留时间，从京剧好像一个学生开始练习，在学京剧的过程里面去了解京剧背后的意义，然后开始进剧组说，其实很快就，我觉得是当你觉得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，你进学校什么都不懂的时候，你很认真的去，也没有任何疑问的去吸收，是特别快。不光黎明花费心思学习京剧，为求精准到位的演出，科班出身的章子怡还压力大到哭。这一出戏我觉得已经把我折腾的差不多了，现在想想已经过来了，但当时那个状态就觉得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，我晚上都睡不着觉，然后我会哭。